儿子，吃饭了。哎呀，来嘞！哎呀，哇，到了！今儿个咱选一选啊，还玩？哎，看见的先吃，看不见的后吃啊！拉倒吧，这菜叶子在外面的谁吃？我是看见了。哎，你确定啊？确定，我有啥不确定的呀？一会你可别后悔。哇，嘿嘿，哎，呀。儿子，你咋有皮蛋呢？我自己煮的呀，是吗？哎呀，等会儿，等他吃完了，咱俩再吃。啊，哎呀，妈真香！哎呀，一口一个鸡蛋也太爽了。这么的，老妈，咱俩吃点香蕉。啊，给你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小包，你给煮上筷子。啊，行。这包子也太好吃了，真是越吃越香。再来点这个辣椒酱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吃一个这么多，还不够吃呢。行，一口都不给我吃，一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真是太香了，包子和辣椒酱简直是绝配，我都已经数不清吃多少个了。嗯，活了，我叫你他妈吃的可真慢，我都等不及了，一会我的烧鸡都凉了。这也太好吃了啊。哎呦，真的，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啊，太爽了。你再给我整一块辣酱，没人服务了。行，再给你整一块。哎呀，别着急，整上了。咋样？这辣酱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家人们啊，我们这次囤的这个辣酱啊，真的特别的好吃啊，我家已经吃了很久了。它这个是由鲜香菇和鲜辣椒制作而成的，而且里面是用大蒜进行额外的提香啊，吃起来老好吃了。就你平时啊，拌个饺子呀，拌个面条啊，或者说拌个大米饭啊，蘸个馒头啊，都嘎嘎的好吃啊。你像之前啊，它是卖29.9块到手10罐的啊，现在他们家来活动了啊，19.9到手这么整整10罐啊，还没完啊，他现在还给咱们这样的。10小袋啊，这种旅行装的，就你平时出去那个饭菜不合口的时候，你就来上这么一袋啊，真的老好吃了啊！东西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。你快点吃，你吃完了我还等着跟爸吃。为啥？爸，嗯，我看他要吃饱了，饱了吧？饱。哎，那我跟爸爸吃了啊！哎，来吧，你吃药，你就吃饭去了。姑娘吃饭了。哎，美男扣肉，给我，我是扣肉，你吃火鸡面。想骗我？肉肯定藏底下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看我聪明不？哎，炸！嗯。还是白米饭啊！你别笑，天天就忽悠我，给，我是火鸡面。儿子，梅菜扣肉你不吃啊？我吃火鸡面加个烧鱼，不比梅菜扣肉香啊？哎，哇，啥了不起的？来条鱼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就知道自己吃鱼。也不说给我吃点，以后有好吃的我也不给你吃。哎呀，这鱼可真香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，用我们美国话叫温水煮的。哇，有，我还不吃呢。哇，哎呀，这火鸡面真香啊。当然香了，而且它5包才8.9块。姐妹们，我这次囤的这个火鸡面真的太适合学生党了。到手5大包啊，才八块
块九，而且呀，它有五个口味，有火鸡面、榴莲火鸡面、芝士火鸡面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味道，韩式炸酱面、咸蛋黄拌面，五个口味，五个口味都好吃啊！而且它是那种韩式粗拉面的，你看看。每个面上啊都裹满了酱汁啊，哇，看着太香了，我太喜欢它这个甜辣口了啊。而且呀，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囤上这一份啊，一周五天都不带重样的呀。儿子吃完了，儿子来你吃这个。妈，这里就白米饭，吃啥呀？你扒开看看。我扒开啊。扒看能有啥。哦，哇，梅菜烤肉，这梅菜烤肉。儿子，你吃大味的，我吃小味儿。你可拉倒吧，你拿我当猪呢？要吃那么多，我吃小味的。儿子，这里可有惊喜，惊喜！那我就把惊喜给吃了。这回没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儿子，你确定不吃啊？这个，你是不是就放半包料啊？哎，这玩意得放一包才好吃啊！我按我口味放的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说你坑我嘛。果然这个碗里有鸡蛋。哎，又一个。哎呀，今天真是赚大发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火鸡面也太好吃了。儿子，这面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，你不吃这大味的。我就爱吃小味儿的，这一包才合两块多钱，这还用你说吗？哎，我买的我能不知道吗？家人们，白象啊，真不愧为国货之光啊！就他新出这个火鸡面啊，特别的好吃啊，甜中带着一丝丝的辣，面条也是筋道爽滑的哈，嘎嘎好吃。你像平时在外面买那个韩式火鸡面。一包至少六七块钱吧，他那个啊，28.9到手整整十包，合这一袋才合2块多钱，超级的划算啊！而且啊，它的口味也是非常多的，有这个经典的火鸡面、小龙虾拌面、酸辣火鸡面，还有我最爱吃的奶油味火鸡面哦，整整四个口味都非常的好吃啊！如果你能吃辣的，你就选它经典的，你不能吃辣你就选奶油的，嘎嘎好吃，东西给你放下面小黄车了，喜欢的囤两袋尝一尝。哇，儿子，你吃饱了吗？好啊，我吃我这个惊喜了。哎呀，大猪蹄子，给我一个。